我是觉得不用打标准啦，反正大家来这边都是看斗内跟聊天似的，你也没什么技术可以看了，只剩一张帅脸可怜。不是这样子讲，真的不是这样子讲，不是我的谈吐跟我的一些这个有些游戏的知识很值得大家学习啦、啊、又不是只有在那边臭臭臭。现在要报、哦、我处理哦。阿能，不是我在说你的原住民笑话应该跟阿杰学学，他才是最顶的。我是阿杰。